不是有煎给你们吃吗？对啊，那、啊、现在就要煮了吗？现在要蒸熟了，明天才能割，哦，就不能切。要放凉才能切啊。对，谢谢你。它、啊、里面有加什么东西？加萝卜而已。萝卜丝、胡椒粉、盐巴、哦，什么都不加。要蒸多久？两个小时。这样够几个人吃？几个人吃啊？嗯，那房是老人家的。30个人够吗？拿去房是的。房是那总要说几个人的数量吧？也没有啊，就十个。10个人份。18份、17份这样。哦，就一个人切一长条这样。就长条一块。嗯。蒸两小时，两个小时就比较保险，都有透。哦，是这样蒸的，呵呵。切一块。